8P 与 X 的区别。作为新推出的机型， 8P 系列与 X 系列都深受喜爱。那么同样都是采用 A11 处理器和大屏幕设计， 8P 与 X 的区别在哪里呢？首先在外观设计上面，虽然两款手机都采用了双面玻璃材质的机身设计，但 iPhone X 是苹果首次采用的异形全面屏的设计，没有了过去几代 iPhone 手机上采用的 Touch ID 圆形按钮，取而代之的是全面屏的操作逻辑以及名为 Face ID 的结构光解锁，这一点是非常吸引人的。此外， X 在屏幕上也比 8P 稍大，但机身尺寸却小。而在电池容量及摄像头配置上，两者都差不多，只是 iPhone X 还拥有双镜头 OIS 光学防抖功能。